养老保险为什么要全国统筹？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之时，并非一切都是美景，也有一些领域会经受阵痛之苦。养老体系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由以前的企业自行负责养老保险，转变为缴纳一定的社会保险统筹基金。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小吴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中给我们讲到，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究竟职工养老保险是搞现收现付，还是搞积累基金，还是搞现收现付和积累基金相结合的，我们现在叫统账结合的基本制度，那也是争论非常大的。当时就是一个大账户和大统筹两种意见。那个时期的统筹层次比较低，仅仅在市县一级，而且当时个人账户中企业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也是各省自己确定，结果在不同省市养老保险个人缴纳的比例相差很大，从3%到17%不等。没想到这个做法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比如我在省里的企业按17%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后来要调到市里的企业了，但市里的企业是按3%缴费，那我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怎么转移？以后按什么比例缴纳？退休后又按什么标准领取呢？造成很大困扰。我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本来是为了让劳动力能够更加合理的流动，结果反而造成了阻碍。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小吴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中进一步讲到，中央和国务院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很快，大概也就2年的时间，就呢叫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的统一方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为了解决缴费比例不统一的问题，1997年的方案里，把个人账户的总比例确定为本人工资的11%来缴纳，并且个人缴费起步是4%，然后逐年提高到8%，而企业缴费则由7%逐年降到3%。社会统筹部分则是根据统筹地区的养老负担来确定，简单理解就是大家都按国家统一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但是在属地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也就是给已退休的人员发放养老金。但遗憾的是，社会统筹中还有一些问题一直都没能很好解决，比如改革初期十几个职工养一个退休人员，而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了，到2015年2.88个职工养一个退休人员，而且各个地区的养老负担差别也很大，比如东南沿海地区年轻人多，而老工业基地则老人多。广东2016年是6.71个年轻人养一个退休人员，社保金结余可以支付62.8个月，而东北的黑龙江最新数据则是1.26:1，而社保金结余只够支付1个月。因此19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尽快实现全国统筹，我国需要建立全国性的保险调剂金制度，那些养老保险金充足的地区，中央将从里边拿出一定比例给老职工多年轻职工少的地方作为调剂使用，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国一盘棋，实现养老无忧了。央视财经微讲堂带你秒懂中国经济善